那 VBA 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计算，一个是清除。那这个前面都有做过，主要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按下这个按钮，它会自动帮你做什么。其实这里面我没有做新的东西，我只是把刚刚的公式做完之后怎么样，再把它输入到每一个储存格里面。OK， 那我要怎么样把每一个储存格都输入我刚刚对应的公式？其实第一个不外乎就 for i 等于第四列到它的最下面一列。那最下面一列好像前面有讲过吧，从 range A2 追踪到最下面。好，那第二个做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把 D 栏到 H 栏里面放这些公式。当然你要写计算之前，你可以先把清除写好，因为清除是非常好写的。清除的话是 for i 等于第四列到它的最下面一列，反正我不管几列啦，反正也许你将来会有资料会 update 嘛，那可能列数我不管，反正你是只要是因为 range 一定是连续的，你不要说中间空下来。那如果你担心会空下来，请你在追踪的那一个，比如说 A4 A 栏一定是它是一个 primary key 啊，就是它一定是编号或者是什么，反正一定不会断掉的啊。那你就用那个来追踪啊，不要说之前有同学说追踪的栏位是那种可能会是空的，那当然会断掉了，会追踪到不到最下面啊，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那把它的 D 栏到 H 栏输出空的啊，要跑个回圈，不就完成？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执行，全部清空。那公式怎么加上去？基本上就是你们刚刚假设说全部先做完了，做完之后的话再分别怎么样？一样把刚刚的清除复制贴过来，改一个计算。那后面的公式基本上就是从什么这边把它复制取消，然后做什么呢？移动到那个我们的 VBA 里面。本来是清除嘛，后面本来是空字串，那你只要怎么样呢？把那个空字串的部分贴上什么？原来是长这样子，你只要把它贴上去就好了，就贴上去。那主要贴上去注意两件事，我一直前面强调，应该都还有印象嘛。第一个，如果有双引号，改成两个；第二个是如果有列号四列。把它改成 i， 还记得怎么改吗？双引号移到中间 ，and 再移到中间，再放个 i， 然后空白有没有 ？and 前后要空白，就这样而已。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为什么，把它背起来先好了。OK， 好，这样也是。其实主要就是把它切开来了，这边变成单独一个字串，这边变成单独一个字串，前后都有串接符号跟它串接。就是这样而已了，好，那其他都一样，所以贴上，再加一个这个，好，做完之后呢，你再直接把它执行它，再增加按钮了，增加按钮应该还记得吧？开发人员里面这边插入这个清除跟计算完成的 ，OK，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有一些常用的，经常前面资料会 update， 那后面会需要清除或重新更新的话，那你其实做两个按钮出来，其实还蛮快的。公式做出来之后，不需要重新再思考，就可以完成哈。这个是我们的综合练习的第二题啊。那待会的话呢，请各位再切到那个综合练习的第一题哈。第一个，请各位先帮我把那个栏宽，先大概按右键吧哈，列高大概80好了，让它高一点点。按个确定。那这个血型分析里面要放什么 ？B 型，下面有对照表。B 型的话是把它的评价跟分析放到那个格子里面，储存格里面，而且前面要加一个星号，中间要加个换行。换行，你想说那你可以填资料的时候可以 auto 加 enter，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不是用输入的，而是透过存取的方式，那怎么在中间加换行？这个你可能要想一下有什么方式哈。所以这边的话 ，B 型哈，它是充满感情的行动家哦，个性爽朗，开门见山，应该还蛮准的吧哈。不过我后来发现哈，这个准的情形应该是在年纪还很轻的时候。没有受到社会污染，
应该是这样。我后来发现，本来 B 型，我认识的 B 型的人哈，年轻的时候都个性非常爽朗，都完全开门见山面。可是等到他出了社会，哦，或者可能当过兵之后啦，哈 ，OK， 或者是出，那就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改变了 ，OK 啊。所以其实也是社会的洗礼啦。OK， 像 A 型的人哈，比如崇尚完美主义，啊，然后有牺牲奉献的精神，具有协调性，哎，他怎么都写好的哈，他都没有写坏的。看起来好像跟我还蛮没有 OK 好，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怎么样把每个人的个性带过来？不过在做这个之前，年龄应该会吧哈，前面好像做过年龄，你可以用 DATIF 先把它做出来。OK， 然后血型分析的话，这个做出来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啊，在程式码里面长得就像这样子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哈，一个星号，一个它的评价跟一个分析。中间要换行，按年龄做出来。哎，怎么做？你们可以，也许不要马上看那个答案哈，先试着做出来啊，字可以放小一点点。比较可能会有问题的是在这边，这个怎么换行？好 ，OK， 这个还是关键的。如果你不会换行，那就麻烦，就很麻烦。如果你刚好要需要的话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好。